长跟我们视讯连线，请队长跟我们视讯连线。我们来了。队长跟我们视讯连线，请队长跟我们视讯连线。为什么要视讯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突然来了一个扭转任务。什么？队长拿下，帮我拿下。好，孟哲进来了。好。现在，请各队一到十选择三个数字，总部会抽出三张牌来兑奖，中一个数字就有一个章，中两个数字有两个章。好，一队选三个数字，请你打三个全中，五个章。哇哇哇！只要有中一个的话，就可以吃东西。哇！所以这就是三个数字买乐透的概念，一人选一个。我要四。你要四。七。九。四七九。四七九。好，我们橘队是七八九。黄队是三八十。黄队是三八十。再用抽的。那你们呢？我们是一三七。绿队一三七。我出来了，等菜开奖。开了，三星彩要开了。来哦。第一个号码。有了，恭喜！哦，花好强！王龙虎向来就是运气很好。蓝队中一个，恭喜蓝队。第二个号码，就跟开乐透一样，很紧张哎，真的。七，三八十，是吗？九，三八十，第三个号码，三七，差一点，发自内心讲了一个好烂哦，我们就真的只能靠心。对啊，没关系，他还没讲拜拜，我直接挂掉，怒挂他电话。对，只能玩啦。对啊，第三个号码没人中，来中一个的吃东西。我们可以走了，赶快去下车了啦！只要中一个号码就有东西吃。那两个可以盖几个章？两个啊！然后你们中一个就会有东西可以吃。Yes！ 哦，我好饿啊，早上到现在，真饿。那两个章帮你盖好的。耶，谢谢。谢谢。我们的运气很好哎，真的。我不知道，厉害，翻个猜哦。差一点，那个六翻车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有紧张。对，我想这辈子没有那么好运过哎，差一点点呢。扭转。正在玩怎么办？暂停吗？所有人全部暂停。请打开零用金包，里面有一个计步器，确认一下你带的计步器次数的总和。计步器，老胎哥哦，在后面偷放的道具。我没有计步器啊，这个吗？对，好。怎么样？我们几乎没怎么在走路啊。我的包包掉哪里去了？在里面吗？在车上吗？我找不到就没了。2287，那我想应该是跑那两趟。没有人对耶，不算呢。还是你们有一个其实是坏的，没关系，至少我们2293。你们觉得我体力不行，其实我动的可厉害，我动了2000多步。1763，1734，1864。真的有够贼的。在跑的时候应该背包。我从头到尾都没离开过。难怪我穿那个原始人的时候，我也都背着。对，因为我蛮常把包包放下。我也是。哎，你先看，你的里面都是。嘘，我不要讲出来，不要讲出来。1496，哇塞，哇塞，我跟你讲，我超屌，只有85哎。哇，这个机器坏了吧？统计数，58。
花花129。然后由此可见，你知道有时候腿有长短，你就会看得出来。有长短，对，它大概有你的一半而已，它腿大概你的一半。对，我可以跑。那我可以两步进一步。那我呢是小叮当，都是扶着的，因为我没有，我的包包不见了。跑一跑，应该是掉在车上吧？刚下车忘记拿了。谢谢你们了，好了，好，我知道。不准他猜得中啊！走开！这里。各队的总次数已经回传，现在是最多的前两名队伍可以各选择一队，消去两个章。哎，如果是一队的话，你刚刚跟他讲说我们很厉害。你就会杀我们，是吗？对啊，可是我觉得会杀蓝队，因为蓝队刚多了两。我觉得会先杀，我觉得会先杀有那个逆转。可是我也，可是我也很常被当目标。如果漂亮是一种罪，我们就当了。因为我也是会受到这种困扰。不能叫。你们在排名里面，我们在前两名。所以我们要消退。爬那一段山路是对的。好险没有轿车。对，有时候对不对？能动一下就还是要动。所以请选择对，消去他的两张。我觉得啊，依照你长期在这个节目观察，你如果要我选，我一定是选人虎那一组。我也觉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一个男的娄俊硕，本来就很冲，然后花花又是比特犬，王虎又很会玩游戏，我相信他们在游戏上应该拿到不少张。哦，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们刚刚平白无故拿了两张，他们多拿了我们一个张。对对。就是这样，我们不要管他们运气什么。我觉得另外的那个前两名一定也会想消他们。真的吗？他们至少四张，要不要 ？OK 吗？我们决定了，就消那个人虎这一组。刚刚那个猜到的那两队啊，啊，猜到了哪？四跟九，他们不是有猜号吗？蓝是蓝队，对，哦，蓝队，蓝队一定要消他们，而且蓝队很有可能这次会消四个张。大家都选他。消张结果。出炉了，消伤结果出炉了，蓝队被消两个章，另外一个蓝队再被消两个章。太聪明了，这个太聪明了，一定的，姜还是老的辣。蓝队再被消了两个，好爽哦。所以他们猜对两个，但是损失四个，所以等于是倒扣两个。对，他们很会猜，对。好，三个都没中，真的。被消了四个，两个都蓝队，我刚刚没听错。真的是很被针对耶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拼，我们再拼，还有再去拼，走走走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请各队的队长打开视讯。现在请各队派一人跟我进行剪刀石头布，猜输了或平手就淘汰，最后存活的那一队可以掠夺敌队的两个章。为什么要可以夺章啊？花花是主谋的克星。不一定啊，我先。来，王轩猜。好，你们派的去见。哇，剪刀石头布很烂啊。跟他对不对？好，对。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。Yes。有。主谋剪刀。剪刀石头布。Yes。我赢了。没有。Yes， 赢了。剪刀石头布。那平手，我们没了。败下。他出剪刀，我出走。对，那你们慢慢玩哦。哎，我们没了，我们初步。橘队跟黄队哈，来听这边哦。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，平手或是输我的就淘汰了。Yes！
二连胜。哎，我们真的实力跟运气兼具。绝对淘汰 ，yes。绝对淘汰，哎，所以我们可以削别人一颗星，是不是？两颗。我们可以没有，不是削，我们是可以把它抢过来。Oh my god！ 就他削掉之后，我们都又多了。哇，他们赢了。他们赢了。什么奇怪的小游戏啊？差一点点。对。那我觉得，我们有点危险。我你这个脸一副就是想要蓝队再给他抢下去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蓝队已经两人又在抢四颗了，基本上现在蓝队不可能在前面。对。对啊，所以啊，绿队又根本不造成威胁。其实我们只要确保我们第一名。对啊，所以应该抢橘队的，我的分析是这样。橘队两个是不是？对啊。好啊。应该是要这样。好。两个、哦，哇塞，两颗，一颗橘队的啦、啊！你看，你要想看鞋子哥的脸，哎呦，开心！刚才跟我们讲说，哎，刚刚得等下这关呛死呛死，他也很好心，幸运的，对啊，幸运的，好心被雷劈。来了，报告，橘队被抢走两个章。我这个弟弟呀、啊，哎呀。